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院张尚纯医师。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，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。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，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。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，请配合政府的规定，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，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，也免得受到处罚。不管疫情如何变化，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，不要彼此贴标签。我们要互相包容，互相协助，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冲狠角色，每天呢都出色，要来破纪录啊啦！吼、哦，这几日行情哦，念咪多念咪空啦，哦，甲这师傅啊拢考倒了了啦，要连线赢哦，对我来，对我来，你甲看讲今仔日这个行情开盘啊，娘话哦，都百外点去啊啦！收盘咧，好嘛，落134点收盘，为什么原因？哼，为着一支股票。哎，成也台积电，败也台积电。你甲看讲台积电今仔日开盘都落24块，结果收盘嘛是落24块，啊，落着24块，哪有影响较大呢？来来，人客，嘿，咱哦上市这边哦。全值上当的就是台积电，单单一支台积电，它的权重就超过31%，哦。来，简单二一老师教你换算，它影响咱的大盘的点数。来，今仔日落24块嘛吼，来，一的涨跌1块钱，你甲乘以8点，哦，它影响的点数就是8点。啊！你落24块影响的点数，安尼甲算起偌济？192点。哦，安尼意思咧，今仔日的起落完全拢是台积电的关系啦。安尼有所了解无？哦，啊！若看到这个盘，大家拢了解啊。啊，安尼哦，今仔日哦，都较无好呢，对不？哦，较无好吼。哎，安尼有知影就好。来，尤其最近。忽红忽黑，忽红忽黑，考验操盘的实力。念咪好，念咪歹啦。我请教，你若甲做波段，啊一天起一天落，一天起一天落，啊你啊摸来摸去，啊有够意义？无意义嘛？啊要安怎做才赚得到钱？当冲，我讲过遮济回啊吼，呾行到16000点来啊啦。你讲这东西是底部吗？不可能吧！对8500起到16000，这个是底部。哦，你安那看的，对不对？今嘛师傅级的拢知影，这个是头部。但是看是头部啊，但是伊就无必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嘛刚好吼，美国那边啦，新旧总统的，就任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刺激方案，为着这个疫情哦，一直大放利多，啊，钱一直甲印无限量诶，所以啊，即马美金啊是啥印甲头壳顶去啊，唔是台湾钱印卡巴哦，嘿，已经过去啊哦。所以啊，即马伫行的是资金行情啦、啊，
那资金行情当然负面来讲会带来哦，这个通膨。但是我讲啊，即嘛是旧经济较重要，还是通膨较重要？当然是爱旧经济先嘛，通膨先摆一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在美国那边哦，联准会伫讲的哦，过两年后再来讲吼、哦，是不是要提高利率啦？意思咧，即嘛拢低利率，那低利率的一个情况，钱用伫对，用伫投资项目。哦，咱所想到的都是股票嘛，股票投资嘛，哦，啊，不然就是房地产投资嘛。所以你也感觉讲，哇，啊，他薪水无起，啊，那像那房地产起这行的啦。最主要就是资金效应啦，哦，所以讲咱投资朋友吼，爱有所了解。但是股票咧，敢稳得起的未必哦。股票哦，咱即马就爱看真功夫、真实力。嘿，有的公司哦。咱讲诶，有的是投机，为什么是投机？财报烂糊糊，忽间呢吼，哦，了钱了甲，竟然会对你起，对不？但是迄种诶，你爱细字，迄种诶投机股，你卡手爱紧，抓咧咧。啊，那投资型诶呢？哦，比方讲台积电。哦，人一直好，一直好，迄种的。所以啊，即嘛就是有只奇怪啊，迄投资型的无起，起着投资型的股票去。哦，你要有所了解，所以讲你买股票，你要知道说你的个股，哦，你的持股来讲是好还是歹，哦，你首先要做分辨哦。所以啊，讲到接下来，鳄鱼老师讲啊，绝非底部嘛，是不是头部？头部啊，伊就吸唔到啊。那阿内阿勒布这个一日行情啊，那怎么玩？当冲？啊，莫怪哦，嘿，他的当冲比例才悬掉啦，38%外的呀、啊。一涨阿内吼，上市上柜个加起来1637亿，得做当冲。哦，这么当冲哦，愈来愈热呢。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这侪投资朋友啊，跌啊忽来忽去。啊，敢有影稳赚？未必。哦，所以我唔得讲，对鳄鱼老师来，当冲呢，咱是太收益啊，波段呢来赢机会。但是这段期间，就是因为一日行情，波段贡献不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获利，所以讲就爱靠啥？靠当冲。那当冲呢，咱一寡投资朋友讲啥？去到16000点，发真侪股票已经套牢去啊啦。安尼啊，话啊，都赚了指数，赔了价差，迄路就我讲诶，你见唔着股票啊？哦，你也知影讲，即马伫流行什么股票？哦，啊，着重伫倒位啊去投资？你讲即阵啊，啊，都防疫股都已经迄落去啊，啊，你讲个往防疫股落去，啊，你都时机点不对了，安尼了解无？哦，所以讲咱即马哦，大家拢伫烧电子股啊。啊，电子股你唔买啊，你去买防疫股啊，无去诶，嘛是差不多安尼尔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即马吼波段诶较歹做啦，啊，就一日行情啊，念咪红念咪乌啊，念咪赚念咪了，所以我们才建议讲你来做当冲，咱来比方讲一天赚伊2%，两个月时间，咱就会使甲赚伊1倍翻，竟然。鳄鱼老师拢超标，每一天拢超标，你想也未到。伊俩一个月时间，鳄鱼老师安尼一步一卡印，都要帮你赚了1倍啊！人去，昨你若有扫描 QR code 的吼、哦，对你来要来破纪录的，破什么纪录？连赢的纪录。来，讲今仔日三秘书大风上倒一支，硕和。啊，数额爱安那做，或许投资朋友有个看图说故事啊，都今仔日这个行情安怎都安怎。人客，你先甲看讲8:45，我鳄鱼老师安那讲的，美股涨势放缓，4大指数平均涨幅0.52%，台积电 ADR 起2.69%，
但是竟然台子期是落74点，所以讲涨大起300几点啊！啊，今仔日台子期开盘都落74点啊，不对了啊！所以讲多空一日行情延续当中，对吧？今日嘞，咱来偏空注意，偏空注意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鳄鱼老师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支硕和，爱做多啊做空？你会认为嘞？哦，先给你看答案啦。9.5元的价差，人家9.5分，来硕和，2.22先卖出，这就是这。过来嘞，抬落来，212.5，甲当冲买回，人家这样，安尼，这抓9.5元的价差，算算的4.3%。4.3%，有比鳄鱼老师他拄仔咧讲诶，一天甲赚伊2%就好啊！竟然诶，咱拢超标，逐天拢伫超标诶，对无？无浪费诶，今仔日带你做这个数学，9.5元诶价差嘛未歹，人去，安尼连赢几工啊？连赢17工啊！连赢17工，对无？1月22是毋是今仔日数学？212.5，9.5元，4.3%，有无？来，安尼将近一个月时间，从12月30号算起，鳄鱼老师逐天在大放送，来，偷偷甲加起来，哇，337块的价差，337块，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你著一张一张做。就会使赚337,000块，啊！你若十张伫落单咧，会使赚偌济？337万。刚一个月啊，从12月30号到今仔日1月22号，啊，未一个月。所以咧，咱趴数咧89.6%，搁你一倍翻，相差10%尔尔，就看后礼拜。后礼拜若阁付落去，哇，都爆死啊！一个月就一倍翻啊，有无？鳄鱼老师讲了有较含蓄无？一天互你赚2%，两个月时间要甲一倍翻，竟然还无甲一个月时间，鳄鱼老师安尼甲连线赢，好赢了有爽无？啊，咱讲啊，今仔日安尼连赢17天啊嘛，连赢17天，咱的记录是连赢几天？你看清楚，连赢20天。顶年8月份所创造出来连胜纪录，对不？所以我讲嘛，即阵啊一日行情无好做啦，爱安那做再赢，当冲啦。这是考验功夫、考验实力的啦。要安那会当多、会当空，逐天赢的，唯独就是我鳄鱼老师，才有法度带你安那当冲啊，逐天要甲赢。所以讲后礼拜一嘞。咱不啰嗦啦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要继续赢就对啦，要来挑战连胜的记录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好好把握感情吼，有这个大六七的行情，价差才大，哎，才容易赚钱。所以讲，这阵啊，对我来就对，后礼拜一来会记先甲扫描 QR code， 你就知影讲这个答案是啥。啊，对咧来，对咧赢，是不是？所以讲你。连续赢即行的啊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呢，嘿，赢到要来破纪录啊呢。他讲免分免了啦，对鳄鱼老师安尼温习做，你甲看吼，来，咱一笔一笔搁对一摆。哎，或许咧，你第一摆看节目吼，你了解我鳄鱼老师吼无俩好，你甲你讲这吼，拢真材实据，来，咱甲了解一下。第一笔的交易，12月30号，金星科嘛，对不对？来往上做，很买很涨停，有这爽的无？25块的价差，照道理，咱买下去涨停板是爱流仓啦。但是咱这个节目哦，个咱的诉求就是讲当冲，来安尼25块的价差，人去你甲对照的，第一笔是不是金星科？来。安尼25块的价差8.7%，
是不是？来，咱来看第二笔，来，第二笔就是利基，哦，利基爱安那做，来，一档多一档空嘛，往下做十二块的价差，12月31号，来，利基有无？十二块的价差3%，哦，这拢无掠好哟，过来创意1月4号，创意哈，爱安那做，往上做，很不很涨停，吼、哦。人家安尼够爽的啦！来来来来，25.5的价差吼，来创意，来安尼25.5，7.3%，有无？安尼赚到这数字的无？过来，咱甲看第四笔，福联安那做？往下做，4块的价差，3.4%，来福联，对不？4块，3.4%，搁刷咧来看第五笔，金相光。来，金相光按哪做？往下做，吼，护得起个跌停去。咱们个跌停，剩几只多？几只8.5元的价差来？金相光哈，金相光8.5元，6.2%。搁甩下来看第六笔，维生按哪做？往上做，又个很不很涨停哦，老师你厉害哦，吼、哦，怎么来很不很涨停的呢？很赚9块的价差来。你甲看维生，对不？高科的价差4.3%，来，我继续甲看落去哈。第七笔台表科，安那做？往下做，5块的价差3.9%哈，来，台表科，来，5块的价差3.9%，这拢无掠好哦，哎，一天一笔咯，浪时无浪日，逐天伫拼当冲，来，过来看第八笔。如虹安那做？往下做，24块的价差来。如虹24块，5.5%哦。搁啥嘞？来看第九笔国巨，安那做嘞？往下做，15块的价差来。国巨15块的价差2.5%哦。搁接续嘞，第十笔稳茂，安那做嘞？来。往上做，好，你甲看，又阁出现啦，现不现涨停？24块的价差来，稳茂24块的价差6%，来，阁刷咧，第十一笔利基，往下做，12块的价差来，利基12块的价差2.4%哈，阁来看咧，第十二笔茂联，安那做？往上做。11块的价差，来，茂联11块的价差4%哈，搁刷第13笔，硕和往下做，4.5块的价差，来，硕和往下做哈，4.5元，2.1%，搁来第14笔，搁利基，来，利基迄日安那做，好水。有够水的，现不现涨停？哦，这个现不现涨停哦，常常在出现啦。36块的价差，咱拼的拢是讲当冲哦，无这拢是爱流仓哦。哦，咱就讲当冲到36块的价差来，利基36块的价差7.1%，过来，爱普，安那做嘞？往下做，吼、哦，这群赚济了哦，60块啦。9.5%啦，哦，这个爱普来，爱普60块，9.5%，哦，搁接续来，利基，又搁利基啊，哎，这个经营往上做，哇，付下去又搁现不现涨停，52块的价差，9.4%，来，这是涨的吼，利基，哦，做了水无，52块，9.4%，对不？过来。哎、欸，就是今仔日拜五的数合，安那做？往下做，9.5块的价差有无？数合9.5块的价差4.3%，安尼偷偷人去，赢了水亏无？连赢17天，无啥，咱的记录20天。连赢20天，顶年8月份，所以讲伊这个实力，
来帮你用当冲赚钱，安尼有紧无？一张一张来，哦，咱卖计较，哎，一张一张来，会使赚偌济？337,000。那十张做，会使337,000，将近一倍翻。多久时间？12月30号算起，都压未一个月。有比二一老师所设定的这个目标有进一步哦，确实有影，这就是真功夫嘛。所以我讲嘛，要继续甲赢落去，后礼拜就看这支啊。或许你甲扫描这个 QR code 就马上知道答案，但是你敢知影讲什么时间点、什么价位来甲做单较稳赢？不是啦，无收乌白做呢，迄无意义的代志，免做遐济啦，好不好？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这简单，要对二一老师安尼赢，首先呢，你得个扫描 QR code 就好，是不是？你个扫描 QR code， 二一老师后礼拜一带你做阵赢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哦，这简单的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想要赢的观众朋友来。先给扫描让这里 QR code 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稍微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人客啊，即嘛安尼啦，一天起一天落，一天起一天落，啊无是伫装笑的。我问你，啊要安怎赚？就是用当冲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即阵啊，当冲的操作绩效绝对超过迄个啊波段的，因为波段你若摸咧，啊今仔日赚，啊过两天我变个倒了，我过两天又个赚，啊过两天又个了。所以我讲嘛，这段期间为什么这当冲的比例这么高？你敢在了解原因？为什么超过38%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师拢看有啊，这个行情起到16,000啊，你认为是底部吗？不可能。8,500起到16,000，起一倍啊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嘛，即阵啊，你看讲哇，来到16,000，
结果这么多投资朋友竟然股票都套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当冲也都回来嘛，尤其这阵啊，做股票用当冲电脑较安全。你莫破单的，用用哇，都六月去都哇两三百点，这恐怖的呢。所以我讲用当冲应对是上理想的。所以人客，到这来吼，咱拼真功夫真实力的。来来来来，咱讲一天甲掠两趴就好，两个月会使一倍翻。竟然呢，鳄鱼老师拢超标，逐天都拢超标，唔免甲一个月已经89.6%，三礼拜时间，总套套只赢的价差甲加起来337块。简单讲，一张一张做的，就会使赚337,000块，好念无？这安尼有好念无？免分免料，所以讲对你来对你赢，就这简单的代志。人去，你有看这边安有一个 QR code 无？哎，你甲扫描，你就知道说隔天咱要做多一支的答案啊。唔免啰嗦啦，我就是要继续赢尔啦。到今仔日来讲啊，咱连赢17天，连赢17天，咱的记录呢是连赢20天。所以讲要来破纪录无？当然爱啊！爱的话吼，你就爱对有实力、有实力的哦。哎，唔通安尼讲，气功气落功落哦。咱这吼拼到咱真功夫、真实力的，来帮你赚个钱。好礼拜做进来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